蔡阿三，蔡阿三怎么了呀？蔡阿三不是说想讨老婆吗？把贵芬乡下的侄女介绍给他怎么样？那不般配吧？我的意思是，贵妃的侄女年龄不还小呢吗？也是。真奇怪，还在意阿三那几个子儿。蔡阿三的房租再少，但也毕竟是一笔收入，老太太不舍得也是挺正常的。妈，我是能理解，我不理解蔡阿三，给他脸，给他台阶下，他不下，胆子大了。我必须跟我妈说，三天之内把他赶出去。谁啊？是我。大嫂，没打扰你们休息吧？没关系的，我们可以晚点再睡的。你进来。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，嫌我不守妇道，可是我心里的苦你们不知道。弟妹，你我都是女人，二弟平时有多疼你，你心里最清楚了。你们的大哥是个好人，我对他也不是没有感情，可是我们之间，我们没有。这么跟你们说吧，平时别说是我要碰他，就是无意间挨着他，都想要他命似的。你说我一个人怎么能怀上孩子呢？二弟，你说句公道话，你大哥一年到头除了听戏唱戏以外，这心里眼里还
还有其他人吗？你说这日子我怎么跟他过呀？他冷冰冰的，像石头一样。我再热的内心，我也捂不热的。大嫂，你的苦我懂。只要让阿三搬出去，你们之后不再联系，我跟丽文就装作这件事没发生。不是，你们现在不能赶蔡阿三走。大嫂，如果你执迷不悟的话，我是不会纵容的。不是，我这次来就是要跟你说一件事情。弟妹，你在外面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？现在有大老板让蔡阿三盯着你呢。我怕你们今天晚上这么硬赶的，把蔡阿三惹急了，他做出什么对弟妹不利的事情来，咱们以后一家人怎么再往下走下去啊？大嫂，阿三哥是在帮什么大老板做事情啊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那个大老板给了他很多很多钱，他就为钱才做这件事的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。大嫂，我们家丽文心态端坐得正，我们也不害怕有什么其他人来盯着，并且我认为是蔡阿三信口雌黄胡乱编的，想堵我们的嘴。二弟你千万别不信，那些美金我都见到了，都是绿花花一张张，全是真的。弟妹，你好好想想，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反正我不信，蔡阿三说的话我都不信，除非他自己跟我说，反正他必须给我办。大嫂你也回去吧，我们俩要睡了。老吴，山水同志被捕了。被捕了？山水同志刚刚着手接触惩奸专家萧引真，仅和萧博士在萧府接触过一次，可恰恰就这一次就暴露了。看来萧引真专家周围还有保密局的眼线，绝不止那个保镖。立刻打听山水同志下落，寻找时机紧急营救。明白。六爷，那个和萧英真专家接触的共党拒不供认细节，已经用刑三次了。毙掉吧，免得共党惦记。我这就去办。刚刚大嫂的话你别放在心上，我觉得不可信，你谁要想盯我找不到蔡阿三的头上呀？你不相信？我相信，不然蔡阿三不敢这样有恃无恐的。我跟大嫂说我不信，是想给大嫂压力，让大嫂去给蔡阿三压力。我一定要想办法从蔡阿三嘴里撬出来那个老板是谁。我知道是谁。楚科长，之前就是他逼迫我家娘姨来监视我，现在肯定又是他在利用蔡二三。没想到我们家有个眼线。其实这件事儿你不用顾及我，我在你家说什么做什么都很注意的。蔡二三他发现不了什么。他一定发现了什么，不然得不到楚科长给他的美钞。他到底发现了什么呢？我得到消息，山水同志已经牺牲，
这个教训实在太大了。据我们安插在保密局内部的同志传来情报，保密局啊已有周密的计划，对重要的专家、精英和民主人士进行监视控制，在他们的周围布满了特务，有些特务啊是专家的帮佣、手下和管家，有些啊甚至是他们的亲属。这些特务都登记在册，这份高机密的特务名单一旦掌握，对我们执行归省计划有着知己知彼的重要作用。我们要尽快拿到那份特务名单，否则每次接近专家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。我把那老板的事儿跟他俩说了。不是，我的妈，你嘴咋那么松呢？这事咋能跟他俩说呢？我说了，但他们不信。阿三，你去跟他们说吧，你跟他们说，他们指定信。我不说，他们爱信不信，不信拉倒。反正他们要撵我走的话，你跟我一块走。我不走。你要不走，那我就抢你走。反正咱俩也好了，老乔家也不会要你了。阿三，为什么要闹成这样啊？我们为什么要让他们赶呢？你去跟他们说，你跟他们说那老板不是虚的，他们就不会赶你走了。那个老板就是虚的。大嫂，别被他骗了啊，让他给我滚。乔老二，我还把话放这儿了啊，你要撵我咱就试试，你看看是我怕你还是弟妹他怕我。你老往唐医生跑啥呀？你肯定是有事儿。我跟你说，我一跟我老板汇报完以后，老板就赏我100块钱。我这么说吧，弟妹，现在我说啥老板信啥，那老板呢铁定是要办你了。阿三哥，一个女人看富可代夫有什么不对的啊？我不藏着掖着，我还要昭告天下。我在娘家的时候就一直找唐医生看病来的，怎么我到你这就变成这样了？不是，弟妹，你先别激动啊，你那是去调养吗？弟妹啊，啊，那你往诊所跑出你哭啥呀？那天你搁唐医生一出来，你眼睛都哭肿了，也就我看见了。哎呀，别装了，弟妹。陈阿三，你再这么跟丽文说话就不客气了。你在我们乔家，我们乔家怎么对你的？是多收了你一分钱，还少给那里一寸地儿？我们乔家怎么对你的？你良心过得去吗？你二弟，我们对不起人家。蔡阿三，你现在当着他们的面你保个证，你再也不跟那老板纠缠了。说呀，你再不说，不说你就滚。我以后再也不藏着了。黄立文那儿有什么动静吗？回科长，蔡阿三报黄立文没有任何活动，只说一切正常。监听组呢？黄立文有没有和唐医生见面？唐医生这两天也一切正常，并未与黄立文见面。照你这么说，就是一点线索都没有是吗？都是因为我才没能让他。这不是问题，经过这一次，大嫂再耐不住寂寞也会有所收敛。而我担心的是，蔡阿三跟楚科长会不会对你有大碍。这你不用担心，我能解决。
请进。你怎么来了？有件急事，所以冒昧前来。有事请说。上次托您的事儿，我想了解一下情况。别着急，还在想办法，我一定会尽力。唐医生。黄小姐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还有客人在。说的差不多了，还有什么需要吗？唐医生，我小妹你是了解的，她的事儿就拜托你了。别的医生她信不过，你放心，有需要的话联系我，我马上就去。那我先告辞了。黄小姐。唐医生，我是为我妈妈的事情而来的。好的，黄小姐请坐。是这样的，唐医生，我妈妈本来吃了您开的药，效果还蛮好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她道听途说从哪儿听来一个老郎中，然后非要去找他。发烧，甚至还有点盗汗，我就劝他来看您，他非不肯，说是不好意思，所以，可不可以麻烦唐医生，帮我妈妈重新再开一点药啊？体综合症，他的潮热还有爆发性的出汗，其实在我们临床上是常见的，你不要担心。我不晓得那个中医给你的母亲开了什么样的补药，也不知道你母亲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，所以我还是建议你的母亲有空能够来我这儿做一次身体体检，如果我不掌握她的激素水平的话，不敢贸然开药。好，那我就明白了。不止黄立文，一开始给妹妹问药的那个年轻人肯定也有问题，找人给我盯紧这个唐医生，一定要咬死他，他去了哪儿，见了谁，说了什么，几点都给我记清楚。是。这人身上味道不对。刘爷，上次我们处置的那个会计，他太太来闹，您看，给他一笔安家费，让他闭嘴，如果再闹，送菜市场好了。是。乔老弟，哎，我知道你是新婚燕尔，没有空去度蜜月，这项工作是不是太累、太苦，拖累了你啊？刘爷，您的事儿是我的事儿，我没有这么想过。那就是最近你们的家里费用太大啊，想在我这里多拿些佣金。真的没有，刘爷。那我就奇怪了，啊，你眼前这样的一个水平，连账都平不了。之前沙场在汇丰银行的款项，那就是做梦梦出来的，啊！对不起，刘爷。
我这肚子疼。你疼什么东西啊？我没敢跟您说，我害怕说了之后您嫌我娇气，嫌我矫情。您交代我的事儿，我从来没有半点敢懈怠。但是要是我今天再不说，我害怕您误会我。我这一个礼拜疼得不行了，那大夫说我这胃上出问题要住医院，但是我害怕耽误进度，就一直深扛着，完全不敢请假，真的是效果不好。六月，您别生我气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还疼？还疼。这好办，我马上派人送你去医院瞧瞧。六月，不麻烦，我还账没做。陆大夫，我这胃病有好转吗？你还想着好转？没疼死你就算不错了，让你住院你也不住，你这个胃还想不想要？要不我给你开个洞，全割了得了。你也知道我这工作忙走不开嘛。乔先生，你这么卖命，你们老板知道吗？我可提醒你啊，你这个胃再发展下去的话，你的胃穿孔可就不远了。啊，让你去三九药局配下胃泰缓和下疼痛，你也不去，想死想活你可得想清楚了。哎呦啊，哎呦。大夫，像他这种情况住院几天合适？最短三天，即刻留院。这啊，还是身体要紧啊，听医生的。费用你不用担心啊，我们这边自会承担。另外还有胃泰和营养补贴。三天是吧？对，至少三天。那这样，三天后我来接你。谢谢啊。陆大夫，要不是接你坐诊，我先就完了。你自己要小心点，这个六爷可是个狠角，跟这种人千万不要走得太近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谢谢了。好自为之。科长，您之前让我彻查黄立文的社会关系，他之前有个男朋友叫张晓光，明26年便不知所踪，从上海突然间就消失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追查下去了。在明24年，工部局在公共租界处决了一批共党地下党。没过多久，共党地下党上海地区的负责人也被绑架了。从此以后，地下党组织元气大伤，根本就是一盘散沙。当时残余的那批地下党与共党中央基本都失去了联络，直到明26年，又恢复了联络。张晓光就是明26年失踪，时间正好对上。我怀疑他极有可能是和共党中央恢复联络之后去了延安。这件事我会亲自查。被子有点潮，下午我拿出去晒了一下午。怎么了？把离婚协议拿出来，快点。
怎么了？别磨蹭了，就这么一页纸，早就看完了。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黄丽文，我不签。你别再拖了啊，赶快签。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？你为什么非得让我现在签字？我跟你过腻了，我就想离婚，现在离。你别动我的东西！干嘛呀？这些书你看得懂吗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乔志才，我知道你碰到麻烦了，而且绝对跟这些书有关。你每天晚上等我睡着了就爬起来开灯偷偷的看书，你真当我睡着了我一点都不知道啊？一到碰到看不懂的地方就抓耳挠腮，还摇鼻头，你只要开一句口我立马就会坐起来，你为什么一声不吭？跟大家说在机关工作，机关工作做财务，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上班？你做的什么财务？你告诉我。毛六爷的账目，他让我把他上海所有户头的钱全都要转移到香港去，还要做到天衣无缝。我弄了好多天了，我就弄不上。他上一个会计，上一会计已经死了，被他打死了。所以你也凶多吉少是吗？黄连文，我已经实话都跟你说了，你就赶快把这个字儿签了，签完了之后我们俩就没有瓜葛了。毛六爷如果找我麻烦，也不会伤到你跟孩子。我也想好了，你签了字儿，我今天半夜就走。你走去哪儿啊？你就想这样跑路啊？我也不能等死吧。毛六爷他会让你跑路吗？哎，他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啊？你看的那些账本是不是不能让别人看到？你别说他不会放过你了，你觉得他会放过你的家人吗？那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你赶快签。乔志才，都已经到这一步了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肯跟我开口？我能不能做这些账你还不清楚吗？我就是不想把你牵扯进来嘛。那毛利爷是个什么东西你比我清楚，要是你跟孩子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是绝对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那我呢？明明知道自己可以帮你，我还冷眼旁观，你认为我可以原谅我自己吗？我不想你帮我，你签字就是帮我。不签。黄丽文，我不需要你帮我。不需要也得要。结婚的时候是你非要帮我，现在是我非要帮你，我们两个扯平了。明天我跟你去上班。胡搅和路，张晓光的身份是否已经查实？行动是我本人亲自主持，张晓光在中共的代号是什么？林英，上次买来的唱片还没有完整听过呢。这么晚了，明天再听吧。哎呀，我就想现在听，小点声音就可以了呀。
在家里面发现了监听器，可能是那天消防检查队的人偷偷装上去的。一个在我诊所的台灯下面，另外一个在厨房的冰箱后面。从明天开始，如果我出去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回来，你最多等我两个小时。两个小时以后，你就赶紧赶回老家去。平爷，你答应过我了，你跟我发过誓，你不会出事儿的。现在我不能保证。这是我夫人六爷的朋友，六爷同意了，让他来帮我做一点工作啊。乔先生，六爷有规定，凡是进入公馆的必须接受检查。哎，小兄弟，六爷已经同意了，谁都不能例外。嗯，没事，你检查吧。你小心点。你轻点行吗？请吧。这位，这个账怎么平啊？哎呀，你别乱动这边的，这边很简单，你就把这儿的支出单独算，这儿的投资跟这儿的并在一起销账。本来那一叠是可以平移的，但是账目太乱了，一看就是假账，还得重新做。反正我也听不懂，就你做吧，六爷着急哦。我一想到这是毛六爷的账，我就做不下去了。为什么呀？平民百姓都在节衣缩食，被战争拖累。你看看这儿，金银遍地，就给那些贪官中饱私囊，恶心肮脏。小声点，这公馆里面都住着耳朵，听见了，我们就砸了。六爷，我听说弟妹来了，我特地来问候一声。六爷，对不起，
我因为休息耽误了进度，心里实在过意不去，也感谢您同意让丽文来帮忙。有时候做账，他是个老会计，之前那个沙场在汇丰银行那笔老款是丽文提醒我做的。哦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，还特地烦劳弟妹。刘爷您客气了，主要是他啊，平常不锻炼身体，生病老挑关键时刻。哦，看来你已经着手了。差不多四个小时吧，还没有太大成效，还望六爷见谅。六爷，您看还满意吗？乔老弟啊。啊。多亏了你的肠胃病啊。弟妹一来，这账面看上去，哎呀，顺溜多了。好，你满意就好。哎，你们忙吧。好。哎呀，乐乐，请放心。他太难伺候了。小徐，走。谢谢唐医生，谢谢。慢走。这是思南同志托人送来的密报。他已经被监听了。我想去你的世界，翻过冰山，趟过了火焰，人爱蔓延，听儿奏弦。